今天不踹老公了，给他个惊喜。又长鸡蛋，真是欠揍了。啊！滚！哦！炸！哎呦我的妈！一激动还拿错了，这个才是给老公准备的惊喜。老公，这里我给你准备惊喜了。这里能有啥破惊喜呀、啊？惊吓还差不多。好赖不知。哎，我也要吃面。是我的，我先吃。我指定是不能和你过了。你咋一根筋呀？我喜欢呢，我愿意，咋地吧？你这人指定是有点毛病。哼，啥好吃的给你吃都白瞎。你别笑。我这里给你准备惊喜，你别想要。谁稀罕呢？你不领情就不能怪我了。我要你连鸡蛋壳都看不走，我看你一会儿还美不美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你就静静地看着我吃吧。这个面皮味道还真不错，我得快点吃。要不然你一会儿反应过来了。真香。耶，这是嘛呀？你都吃三盘，给我吃一盘不行？你想的美。有人。我真恨不得给你一拳。该轮到我展示了吧？你别笑，你又把这偷梁换柱，这一天换起来还没完了。这猪蹄子我一口都吃不着，你这良心不会痛吗？我踹你，我良心还会痛呢。哼。